那本期的沪语课堂继续上次 K 的部分，筷子，还有一种念法是夸子，都是可以的。窥金，自以为是的样子，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不常用了。窥，身体上长出的硬块或疙瘩。头撞了一下，一个乌青块很大的。头撞了一记，一只乌青块老大的。块头，块头，五块头、三块头、五块、三块，形容钱的数目。块头大，块头大，形容人的脸庞或者身形大。亏的，亏得，幸亏，还有一种念法是屈得，屈的。亏得侬来了，否则阿拉要急死脱了。幸亏你来了，否则我们要急死了。会计，会计，还有一种会计。宽，宽得的，形容衣物宽而松，宽得的。宽紧带，松紧带。宽死。这里有三级例句来描述这种用法。阿拉钞票交关宽死，我们的钱是比较充裕的。阿拉一家三口住了下去宽死，我们一家三口住在这个房子里，比较舒坦、宽舒。搿眼生活做一日，辰光老宽死。这点工作做一天，时间很充裕。困，困，睡。侬哪能常常困不醒？你怎么总是睡不醒的啦？困觉，睡觉。困次梦懂，形容人因瞌睡而糊里糊涂的样子。侬现在不要帮伊讲，伊困次梦懂，啥没听进去。你现在不要和他讲，他困痴懵懂，全部都没听进去。辣。拉，那本期的沪语课堂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